大秦帝国第二部，《国命纵横》第一章，《铁腕平乱》。楚立吉一脸沮丧，思忖一阵，嘻嘻笑道：“哈哈，君上，楚立吉举荐一个栋梁大才，换下我这根绿叶朽木，国君意下如何？”“哦，大才，姓甚名谁？现在何处？” 此人三日内必到咸阳，国君若重用此人，便是准了臣之请求；若不重用，臣便甘做绿叶朽木。好，嬴驷突然拍案正色道：“栋梁到来之前，着绿叶朽木处理及暂署上大夫一职，即日任事。”国君，这这这如何使得？ 楚立极欲持长篇大论，国君嬴驷却扬长而去。楚立极顿时僵在庭中，懵懵懂懂，东张西望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只听一阵笑声，一个戴着面纱的白发黑衣人从帷幕后走出来：“上大夫，别来无恙。”你！惊讶之间，处立极恍然大悟。处立极。 参见公子。赢钱揶揄道：“顷刻之间有了高官娇妻，好个绿叶朽木，分明要开花了。”楚立吉大为窘迫道：“公子何当取笑？”楚立吉并未应承。赢钱冷笑道：“呵呵，自诩无行，却偏偏跟一般老朽邯郸学步，也闹着辞官做隐士，博取清明。 还有我老秦人本色吗？楚立吉已经平静，淡淡笑道：“哈哈，言行发自本心，何须邯郸学步？”楚立吉，可知晓何人举荐你吗？赢钱看他油盐不进的蔫笑，突然正色道：“举荐楚立吉者，可谓有眼无珠。”楚立吉淡淡顶了一句，赢钱一阵冷笑。 哈哈哈！<laughs> 楚立吉，好大胆子！商君，难道是有眼无珠之辈吗？楚立吉大为惊讶，继而摇头大笑：“<笑>公子高明，楚立吉佩服了。”赢钱却没有笑，黑色面纱后面是低缓认真的语调。楚立吉，莫以为我抬出商君糊弄你。 赢前虽与国君有私恨，却无功仇。说到底，国君也是如此。赢前深深的叹息了一声。其行商君，一则，是私恨使然；一则是商君自请服刑使然。否则，仅是你那个商于郡，就可保商君性命无忧。加上朝野鼎沸。 国君如何杀得了商君？然则，商君急心无二虚，进攻不顾私，自愿赴死，方可化解秦国危机，方可维护新法。唯其如此，商君临行之前，在云阳国狱，与国君有过一次密会长谈，交代了身后一营大事。就是在那一次。 商君举荐了你出里籍，还有函谷关守将司马错，否则，国君如何能招你二人紧急人入咸阳，参与攘外安内之重任？商君之心，本望你抛去私情，大局为重，做新君维护新法的巩固之臣。谁想你出里籍，却斤斤计较于国君与赢前的义德之失。 耿耿于商君的一己之欲之恩，在秦国最需要良臣支撑的时候，却不忍后臣，仅求良心自安。如此弃局岂非大大寒了商君之心，负了国君厚望？嗯、一席话坦率之极，赤裸裸，毫无遮掩，对自己，甚至对新君，都做了深重的贬斥。 可谓堂堂正正，大义凛然。楚立吉不禁大为震撼，良久沉默，肃然长恭道：“楚立吉，请受教。”次日，嬴驷举行了平乱后的第一次朝会，颁布书令，处理吉执任上大夫，总署国政；司马错执任国尉，掌秦国军务，并统领新军。 公子赢前仍居太傅，晋爵一级；所有郡守、县令晋爵一级，原职不动。此时，靠实习爵位在国居官的秦国老世族已经悉数清除，商君时期的变法新锐也经过了一番整肃，国中人人振作，朝局重新焕发出一片勃勃生机。 一番部署安顿完毕，正要散朝，内置总管匆匆禀报，宫门有一世子求见，自称魏国西首，说有长策献于秦国。西首，嬴驷惊讶地看着楚立吉，可是楚理清所说之人，正是楚理吉道，此人本名公孙衍，是扬州之学，自称天下第一权变策士。 曾在魏国、楚国、赵国奔走任职，屡次击败官场对手，人言如犀牛之首，锐不可挡，故犀首名号多为人知，本名反倒湮灭无闻。陈与此人曾在陇西不期而遇，劝他入秦效力。好，请先生上殿，因此大有顺风行船。 天授与人之感，很是振奋。片刻之间，一个英气逼人的中年名士，疾风般进得殿来。一领大红斗篷，散发五官，长须连鬓，众人眼前顿时一亮。此人进殿来，四面一扫，人人都领略了那双炯炯生光的眼睛。只见他快步上前。 深深一躬。山东西首，参见秦王。殿中顿时一惊，嬴驷颇有不悦。本宫并未称王，先生何意也？西首朗声道：“此乃西首献给秦国之第一策，立革王国。果然犀利，耀眼不凡。”嬴驷。 淡淡笑道：“总该有一套说辞也。”西首站在大殿中央，拱手环视一周。天下四王，周、魏、齐、楚。周不足论，魏正衰落，齐，亦日过中天，楚则底蕴有差，唯秦之元气旭日东升。守定一个公国，如何激励国人雄心？ 如何震慑山东六国？洗手断言，欲得中原逐鹿，先需正名称王。殿中一片沉默，对这突兀的长策一时反应不灵。处理基觉得不能总叫国君直接应对，而无回旋余地，一拱手笑道：“先生长策，不妨一并讲出，国君方有参酌。” 西首傲然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。好，西首长策乃十六字，正名称王，东出争霸，中原逐鹿，一统天下。扬州之学，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。先生为秦国谋划，所谓何求？”初立基知道，此人从不隐藏自己。 欲弄清他的想法，楚理及当真可人也。洗手笑容中颇带揶揄之色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扬州一派主张利己，却不主张损人。策士为邦国谋划，邦国得利，自然要受测试以高官厚禄，此为两利不损，天下正道也。 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举凡世子，谁不为名利而来？除了高官重爵，洗手岂有他在？一番说辞，举殿成功，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人人面红耳热，心头乱跳。赢钱却忍耐不住，冷冷笑道：“哼！然则。” 先生能为秦国带来何等好处？大而无当的十六个字，就换得了高官重爵？这在常人看来很是刻薄的问话，西首却丝毫没有难堪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 <laughs> 十六字为纲，纲举目张。至于如何使秦国谋得大利，自当另有谋划。” 秦公，请看。潇洒的一撩斗篷，从随身牛皮袋中抽出一卷竹简，右手一拍：“王霸之徒俱在其上也。”先生可否见告？灵前冷冷道：“西少揶揄笑道，哈哈，长笑可白，细色不疑，此乃权变之药，太傅当真不知？” 嬴驷一直在沉思默想，此刻突然拍案高声道：“书命，西首为秦国上卿，散朝。”在朝臣惊讶的目光中，神秘的西首随着国君大步走了。当天夜里，嬴驷招来公伯赢虔、上大夫处里吉、国尉司马错三人，一起为西首接风洗尘。 听西首解说他的王霸细策，直到三更，方才将正题谈完。嬴驷始终没有表现出西首所期待的兴奋与震惊，凝神倾听之外，只是默默思忖。倒是正题谈罢，出里急，请西首说说天下策试。嬴驷才高兴的不断询问起来。秦国君臣自孝公病危。 商君处刑以来，两三年之中危机不断，无暇旁顾，对中原情势一感生疏。西首讲述的山东测试崛起的消息，的确使他们感到新鲜兴奋。西首说，近年来诸子百家中出了一个测试流派，这个流派的世子很是奇特，各家弟子都有，无分原本所修习的学问。 只是专一的钻研揣摩列国形势格局，游说诸侯，为所向往的邦国谋划王霸之策。洗手说，他自己就是扬州测试，即扬子门下的测试名家。齐国的稷下学宫，敏锐的看到了测试无可限量的势头，已经有名家大师专门教习弟子测试之学了，其教习。 有两大特异处：一则不再单一地修习某家学问，而是融中子百家于一体，摘其强国富民与邦交纵横部分，混成测试的合体学问；二则测试以锤炼辩才为增长才干的主要方式，常悬重赏，激励连战获胜的便士。稷下学宫的庄辛、鲁仲连、触龙。 新云衍等少年锐士，已经很有测试才名了。说到末了，洗手信心十足的预言：未来之战国，将是测试之风云叱咤，不再是法家之变法称雄。如此说来，目下之测试气候，尚在发轫之初。嬴驷似在推测，又似在询问。不然。 西首大手一摆，测试气候已经形成；一则是真正的新锐测试已经出山；二则是战国变法浪潮已过，天下军事已经形成，争霸逐鹿，正当测试谋国之时。初里吉笑道：“哈哈，先生所言真正的新锐测试，可有所指？莫非先生自诩？” 西首爽朗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非也非也，国君诸公，可知鬼谷子其人？呵呵，鬼谷子谁人不知？楚立奇悠然一笑，以问作答。只怕诸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西首正色道：“世人皆知鬼谷子高深莫测，前有李悝、商鞅为法家弟子。” 后有孙膑、庞涓为兵家弟子，然却没有人知晓，这位高人于二十年前已经开始雕琢测试弟子了，也是两个。主公可知？洗手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意。这个消息当真意外，众人一齐惊讶摇头。嬴四即追问：“两人是谁？”苏秦。 张仪。洗手，一字一顿，分外清晰。苏秦、张仪，何国人士？赢钱淡淡问。洛阳苏秦，安邑张仪。先生以为苏秦、张仪，较之先生如何？楚理吉似乎漫不经心。唯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 叫我这天下第一测试如何作答？西首骤然一本正经，话未落点，座中君臣于是同声大笑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